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又开出我最好的一台兰博基尼赌药，咱们先给他来炸街，对，炸街给他先来一个，怎么讲？哎，我头怎么歪过去了？头怎么歪了我？哦，来拍一张，对吧？就这台咱们也拍过了，反正炸街，好吧？第一视角开的，第一视角，因为这些车其实以前我都基本上第三视角开嘛。第一次讲很棒，有代入感。其实我把那些七七八八全去掉，就感觉像真实的耶。我把这些什么，这个导航啊这些啊，能去掉吗？都能去掉，所有东西都能去掉。能吗？能。设置里面把这个显示这块啊，地图比如关掉。视角这什么车是？视角就不用调了吧？行行。安娜聊天把它关了，快速聊天给关了。这个给它关了，这个给它关了，这个给它关了，表演给它关了，关闭。幽灵车关闭，然后技术关闭，关闭。好，有这种情况？哇，太逼真了，这也。怎么样？哇塞，我来看一下第一视和第三视角。哇，我在旅游吗？对啊，没有那些七七八八杂乱的信息。啊，再拍一张。就这种感觉，对吧？差不多就这样吧。不需要导航，想开不用打，对的，就去哪，想开哪去开哪。第一次讲啊，很逼真，这种是最逼真的。对，咱们就逼真点吧。这已经不是你能区分这是游戏还是现实吗？就这种感觉，区分不了了。现实是你没有什么很大的机会能看到这种车。来，冲起来！你这前面有个隧道。你看这里有个细节，玻璃上面这块红的这块地方啊，是这个。这个红线吗？对，红线。这种。我刚刚那台车怎么这么快？哦，那你在这设置个赛道。是的吧，不是在这吧，在这儿。你看我的速度。哦呦，太快了，就是在这儿，赛道。哦，在这儿。只不过我是反方向开过来的，就是开另一边，那赛道。啊。这我还知道，炸隧道。这回家的路。我去。太快了，383，384。Oh no！ 哦。哦，翻车！它是公里是吗？还是英里？它显示的是公里 km， 可以啊。还能动吗？能动，但是我觉得可以换车了，太真实了，怎么样？逼真，逼真，就往逼真了来。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，可以留言评论告诉熊哥，没准下期视频就是你想看的内容，拜拜。